平身。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，他在位期间善于纳谏，启用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副宰相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史称庆历新政。祝卿，还有什么事要奏的吗？臣王素有章启奏陛下。接过来。是。臣王素启奏陛下万岁，万岁圣明。继承真宗遗风，乃社稷江山臣民之万幸，臣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觐见皇上。零饮酒，恐阴盛之法，偏非太多，宜稍加裁减。卿等且退，容朕想一下。退朝。王大人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敢于批评官家后宫嫔妃太多，这不是明明说他好色吗？哎呀，这朕的头皮痒死了。李才人，官家臣妾奉召见驾。我的心肝宝贝儿，朕的头皮都痒得受不了了，你还来这套繁文缛节干什么呀？来，帮朕梳梳头。官家坐朝好了没有？别提了，官家正在兴庆宫叫那个梳头的妖精折腾呢。你真贫嘴，我真不明白，一个梳头的宫女凭什么奉为才人？皇后要是不把万岁爷管好，这妖精爬上贵妃的位置，对咱们就有威胁了。厅前的海棠花开得这么漂亮，我们为什么不去赏花呢？官家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台谏王素的奏章。说的是什么？能否让我看看？这王素也太狂妄了，官家后宫收了几个女人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王素也是好意嘛。官家，这胡说八道的表彰臣妾就能批驳，现在朝中宰相殿帅府中哪家不是妻妾成群，歌妓舞女满堂，有人升了官第一件事便是搜觅美女，现在却叫官家减少后宫嫔御，难道这帮家伙可以肆意快活，可官家多用了几个嫔妃就成了不是？我的心肝宝贝儿，你不懂，朝廷有了过失，朕是皇帝，自当负责。现在谏官敢向朕指出，朕岂能不重视？那么官家要按谏官的奏章办事？当然要办。那好，既然宫中阴盛阳衰，要裁减宫女，官家就从我开始，行吗？李才人，你且退下，容朕想一想。
参见皇后陛下。官家刚下朝，又来宣德殿办什么事？启奏皇后陛下，陛下有旨，他在处理家事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处理家事？我是皇后，怎么也不让知道？启奏皇后陛下，官家单独降旨，皇后也不得入内。官家降旨传我们来，有什么事儿？莫非要废后？李才人，你常在官家身边，你一定知道。皇帝诏曰：请接台谏表彰，为朕后宫女子蓄养太多，阴盛阳衰，酿成国家灾异，天道有常，朕不能违。我打算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至于正宫，列祖明主闻过则喜。自即日起，后宫李才人以下30名嫔妃净放出宫，衣物首饰各准随身携带，则从内车门出。钦此。退朝。谢旨隆恩。官家，你的心肠也太硬了。李才人那么娇滴滴的一个女人，说了一句话就被赶出宫去。她再有不是，也该顾及往日的情谊啊。你懂什么？她乃是一名才人，不过掌管朕的梳头事宜，竟敢怂恿朕拒谏是非，妄于国事，还对朕进行要挟，这种人岂可留在朕的身边？朕若听了他的话，不就疏远了朝中正直的大臣了吗？就是皇后你，今后也要自重，不可重蹈李才人的覆辙呀。太阳爱，太阳。
之室，久而不觉其香；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觉其臭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觉其香。久而不觉其香。少爷，少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回来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乌龟爬门槛了，爬门槛了。哎呀，我书还没有读懂，要是父亲问起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到哪里去？哦，我去弄点土填了这坑。什么坑啊？喏，待会儿老爷回来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要是我们小的偷懒了。哎，不忙不忙。哎呀，我父亲不在乎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，现在我有件急事要问你。来，过来，你闻这花香不香？香啊。每天闻还香？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呀。没有道理啊，这花你已经闻了半个月了还香啊。哦，你想考我？来，跟我来。啊，到哪儿去啊？来，快来呀。哎，真臭啊。你把头伸进去闻闻。啊，这是茅坑啊，你这混蛋竟敢骗我。你拉了十年屎怎么还觉得臭啊？为什么？香就是香，臭就是臭嘛。哎，还是下下人有上上智，这古代圣贤也有写错的地方。蓉儿啊，蓉儿，哎呦，老爷回来了，父亲您回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哦，回禀老爷，少爷每天在院子里读书，读书读乏了，就在这儿转圈子。什么读书读乏了？我每天低头读书，仰而思，就这样。时间长了就成这样了。好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意思是说呢，光学不想等于没学，光想不学也是白费。蓉儿啊，这个地不平你好好平整一下。我已经习惯了。习惯了也要平整。父亲，您不是说从小就要以天下为己任，多想国事，不要计较家里的琐事吗？你连书房外面的地面都不平整，将来怎么为天下的百姓效劳呢？啊？父亲的意思是要从小事做起。哦，我懂了。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哦，少爷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嗯。父亲，这句话会不会写错了？入芝兰之室，久闻不觉其香。孔夫子讲的是习惯成自然，你再想想看。习惯成自然。哎呦，哎，这土怎么凸出来了？没有凸啊，不是跟地一样平吗？是平的。走到这里，感到脚下高了许多，这不是怪事情吗？走不平之路，久走不觉其高低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一开始我走到这里，脚底空空的，等到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。父亲，这是不是入芝兰之室，久闻不觉其香？对呀。所以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，
将来长大了做好事会自然而然，反过来说呢，做坏事也会习以为常。哦，嘿，想不到这小坑里还有大学问呀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觉其香，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觉其臭。